谁说这个季节的生蚝不肥？你在咱家看到是什么样的，收到货了就是什么样的啊。这就是给你们发货的生蚝，这样的生蚝一斤称三折左右啊，冷水下锅煮啊，水开最多两分钟，就这样大胖小子啊。嗯，你家的肥蚝这也太过瘾了吧，可把我馋死了。这么大肥蚝啊，给几斤啊？给你八斤。我可是你的粉丝哟。真的假的哥？哇，太香啊。看一下这样肥的生蚝十斤啊，这也太肥了。哎，小妹堂妹，你家这生蚝又大又肥啊，给几斤啊？给你六斤。我是你的粉丝还有。那八斤。给你点小红心加关注喽。真的假的哥？太鲜了啊，就这样肥的生蚝拿十斤啊。姐姐，你家这生蚝又大又肥啊，给几斤啊？给你八斤。我可是人家的粉丝哟。真的假的哥？那十斤啊，看一下，就这样肥的生蚝啊，看一下。